哎呀，我就感觉看到这种作文，就是会感受到孩子们的感情，孩子们的感受在作文里，你发现就是很真实，很鲜活。对。然后就整个的感受就是非常的能让人去共情。哎，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不一样，我感觉就长大之后，我可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了。是。我小时候写作文就是没有感受，就是从这个地方拿一段，那个地方拿一段，那个地方拿一段，基本上就是这种就写下来了。但实际上咱们刚才念作文发现一些小事写出来是格外生动，比如说食堂的粉儿啊，老师怎么在走廊跟我们说话，就这种小事写出来是特别好，而且那种真实的细节写在上面，你就感觉哎呀太可爱了。是，太可爱了，写得很好。要知道这都是上小学的孩子。对呀、啊，你让我们现在写也不一定能写出来这样。是，我觉得孩子们只要是感受到生活的细节写出来，对，他的角度都和大人非常非常不一样。就是你只能教他什么是一个好的作文，但是你很难教他写出来一个好的作文。就你最多可以是让他知道啊，可能有总分总的结构，但是里边的内容的填充永远是一个孩子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和一种感受。我觉得写作文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看到一个题目，然后你要解读它，把它解读到一种你想写的角度。对对，这个比较重要。哎呀，真好。总结下来哈，孩子们的这些感受啊真不用教，你们就好好发挥，自由生长，好不好？对，你们一定会成为最好的生活家。我们最后有一个这样的三个词。好。哎哎，要没人家组得好可丢人了。清晨花香，答案。哦，我想到了。哎呀，这个太有诗意了。我一直不知道我为什么晚上不想睡觉，直到早晨闻到了花香，我找到了答案。哦，哎呀哎呀，你赶紧你再来一个。哎，你也是这个，我也是这个题啊。那我那个很难超用。嗯，容易消沉的人应该早起，因为清晨的花香里常常藏着人生的答案。哎呦，这个格局高了，格局高了啊！黄昏回眸，波澜。好，我想到了。黄昏是太阳对这个世界的一次回眸，掀起了人们心中的波澜。啊，你这个也就是也很难超越。对。真的。你说是我的回眸了。那确实是有波澜。黄昏的恋人不适合回眸，因为容易掀起心中的波澜。大概可以。好。好，今天我们的作文小课堂就到这里，也欢迎各位网友参与我们的组词训练，然后发到弹幕里或者微博上。我就看看有没有人能超越我。很难了。很难了，很难。好嘞。拜拜。
我回屋了，走了。嗯，我们要办业态。江姐，哎，我准备体验你的业态。行，你开一个。子怡来吧。哎呀，我来啦。这现在水太少了吧？不会的，你先加，然后我们一会儿还要再加呢。你先感受一下，是有点烫。烫吗？你烫猪皮呢吧？等一下啊，等一下！救命啊！我要举报你们这个。你给他放点冷水。其实你一放进去，不要拿出来。你忍一会儿就过去了。对，憋一会儿，你的脚适应了那个，再给你加一点。哦，我怕我明天就走不了路了。我给你加点温的。我明天脚就已经就是成那种就是，脚已经熟了，跟你说。哎，你试试，我放了点温的。我还那个按摩，你要吗？我要古法按摩。那你可以体验一下好吗？那你这样我不刮痧多少钱？你给我便宜点。我不算你钱，送你。啊，行，我给你按一下。你这个泡脚是8个币是吧？对。这样吧，你记不记得我们不是抽中了一个你们的泡脚按摩那个吗？对吧？那个我就当做这次用了，然后再加上我泡脚那个8个币，咱俩免了，反正咱们就是也用完了，然后也没账了。然后我刚刚那个也给你抵了，我有一个券。对，咱们都抵了。你真的很硬。哎，我给你垫一个垫儿哈。请坐啊。啊，今天太享受了。哎呀。哎，我们给客人垫着，我们很干净的。然后这是那个擦脚的。这也太专业了。不，垫起，不，垫这儿，妹妹。垫这儿，你往前垫干嘛？他不吃饭。是怕我们的手弄脏了他们的衣服。对，我们很讲卫生。你觉得哪块不舒服你跟我说。我帮你剁。我就是颈椎这块。这也很舒服。你们服务太好了。哎呀，你们怎么长这么漂亮啊，真羡慕啊。啊，因为我们就是做网红的都比较善于保养自己。哇，真是。是在哪上学呢？已经毕业了。哎，都这么大了，看你像15、16了。没想到都毕业了。你们这么会聊天吗？老孙，你给自己取个号，你多少技师？我是521号，可以吗？嫌那边人贼多。对，就是这个作用。你是几号呀？7号。你7号是吧？嗯，7号是我的幸运数字。就我有朋友就说让我来你们这里就点老姜，是吗？说老姜人漂亮，唯一美容不足就是不做指甲。我看你这也做上了，这指甲做的也真不错。找那个孟琪琪美容馆做的啊。那我觉得你以后还是得继续去做这个指甲。对，他们家不光美甲，他还有卸妆护肤，而且他们用的东西特别的好，所以性价比特别的高。行，你过去你就找那个孟大美女就好了。行行行，我下次找她试试。结束了呢？行，很舒服。下次光临啊。哎，我们那也可有意思了，我就来看看谁写的段子比较可笑。龙哥去，关键是龙哥表扬他不说你搞笑，说你太可笑了。对，他老说太可笑了，老感觉我像个小丑。马戏团里你最忙，歌坛市里你最狂。小丑呗，是这意思吧？小丑，一会儿看你游戏主播他输了，大家这么骂他。哎呀，哥，你这46、86是好的。吊灯来了，还得是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喜剧技巧之一。来个3-0吧，别来这么。龙哥来，龙哥这个去年上一季就把我删哭了。啊？那是这个删呢？没有，不是真哭，他就想把我煽情煽哭了。你妈妈这么辛苦，为了谁？他很想你，但是他只能通过网络看到你。是，他一个人在家哭泣，他会担心自己儿子有没有吃饱。你现在就是要让我哭是吗？有没有受苦？是这一套搞笑这一套啊？对，硬删，来吧。你别说煽情，一般人真不会。
妈妈在哪儿现在？哦，这，哎呀，这就是，哎呀，三姐，哎呀，不能删了，不能删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就是做，咋的忘了？你家这工作这么神秘吗？不方便说，不方便说是吧？我感觉说真的会真的闪哭。行，经过刚刚的这些，我发现搞笑确实挺简单。刚刚嘎嘎光搞笑了，一点没删出来。搞笑简单，搞笑简单。龙哥上一回哭是啥时候？哎呦，那得三十年前。当时在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龙哥挺难哭的吧？对，我是。去年还是前年有一回那个生日，然后我就演出，是个音乐节还是什么的，然后我就演完出之后，就是大伙就给我在酒店里过生日。你的工作人员是？对，然后还给我布置啥的，完了吃蛋糕，完了十二点。之前过于高兴，然后突然平静下来，对，就感觉，由此可见，那个什么多巴胺分泌过高之后，真的会落入一个低谷。吃饭好了吧？还有看影，龙哥走了，我们就开始哭。龙哥是那种非常典型的要消解情绪的人。嗯呐，啥意思？给我解释解释。把那种悲伤的情绪给他消解，用幽默的技巧把它消解掉。你为啥眼睛红红的呀？因为我走你哭了。啊，真的呀？你看看人家，你再看他，你看徐志胜，跟没事人似的，白处这么多年白处。好感动啊！对呀、啊，好感动啊！我也是，我都要哭了。那沐雨上泪了，泪水哗哗的。飞呀呀，下一个三年，我们继续走过。好了，来吧。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游戏，放开了玩。心口不一，拍手拍腿七，手指出的数字要跟自己说出的数字不是同样的。哇哦，这个游戏输了是有惩罚的。我们这里有一个香香，输了的人就要来这里面抽一张，然后完成任务。来，小奥开始吧，拍手拍腿。来吧，小奥开始啊，拍手拍腿四。哎，输了，这么难吗？心口太一了，你现场走秀一圈摆 pose 啊，哎呀，太适合你了，哎呀，为你量身打造的题目啊，三二一开始了，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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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是什么？你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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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其实跟现在熟了之后，感觉尺度大了一些，相比之前。来吧，给十年前自己打一分钟电话，你会说什么？好，一分钟开始。希望你，在不上课的时候不要窝在房间里看剧，多出去旅游一下，因为工作了以后可能就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了。哎呀妈呀！你觉得六五零里谁的性价比最低？那我觉得是徐志胜，因为他昨天我躺着给我鞠躬了，我一直耿耿于怀。至尊 VIP 汤女士，我们的对您的欢迎仪式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光。不能鞠躬。徐志胜，我给你道个，所以我必须要给汤姐你道个歉。是不是错了？错了，错了。汤姐，你别生气啊，没事儿。我对不起。我觉得志胜情商很高，
大家都觉得可以跟他开玩笑，然后他也会主动去帮大家解围。哦，小明啊、哦，你别搁大声独处。花花屋里你最讨厌的人是谁？龙龙，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回答？说真心话。快点，一百个十、九、八、七。我不知道你怎么，反正我挺讨厌你的，哥哥。所以你知道该讨厌谁了吧？算了，我还讨厌我自己。别，你说讨厌我就好了呀，没事。宋丹丹老师与张国立老师两位只能选择一位回桃花坞，你会选谁？哇哦！让徐志胜走，让他俩回来。志胜啊，志胜不容易、啊。人太好了，大家都要亏你。志胜，你人真好，谢谢你。别肚子也骗我。别给他画大饼了。别画大饼了，我心里都有数啥样。志胜，志胜是桃花坞游戏的安全带，就有危险的问题，但凡提到志胜，所有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志胜啊，志胜不容易啊。我觉得智胜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有智慧，而且他善良，他就是可以把自己放得特别低，快乐的帮所有人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跟他一起录节目很开心，然后是能互相接很多梗，他不会让你觉得不安，所以有他你就会一直很有安全感。我很享受这个事情，我相信朋友或者是大家相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让彼此感觉到安全，所以说很庆幸成为了大家的安全牌，而且我希望自己能够让大家越来越安全。满天繁星，好漂亮呀，好美呀，看那是猎户座，猎户座，猎户座，哦。